你都死到临头了还装什么装？爸，今天非把他手剁了不行。爸，你打我干嘛？顾总主诉罪。什么？顾总？楚顾总，你教子无方，该当何罪？顾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赢下这个链子。还不跪下？对不起，顾总，我错了。还敢随意调戏人，不尊重女性吗？我错了，我不敢了。楚顾总，你该怎么处理你的儿子？这样。怎么？楚顾总舍不得是吧？那我来处理。不，我现在叫停了他的卡，送去拿张烈烈三连，去搬砖去。没有顾总您的同意，我一定不会放他回来。什么？去工地？我不去，我。带走吧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回来。至于你这个父亲，居然教育出这样的儿子，向君作废，停职三个月。此事就杀你吧。谢谢你，顾总。说了，别叫我顾总，叫我依涵或者依涵姐就行。之前你不也帮了我？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依涵啊，你是不是忘了明天是咱们顾家一年一度的家族聚会，怎么还不回来准备准备？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还是别去了吧。自从父亲去世，我们俩每次去，不是被那些亲戚变着法的羞辱啊。妈知道你不想受委屈，但是我们毕竟都是顾家人，不去都会被说笑话。你听妈妈的。对了，你别忘了给你爷爷准备礼物。妈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顾总啊，依涵姐，我帮你换药吧。我妹妹应该也跟你一样大了，看你叫我姐姐，就像我妹妹叫我一样。依涵姐，你还有妹妹？是啊。只是小时候走失了，还没找到呢。啊，我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先去换药。依涵，让你给爷爷准备的礼物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妈，你别紧张了，你这个饭局会帮你找到的。妈，放心。我不紧张。对了，依涵，等会儿进去，我们就少说话，吃完饭就走。我可能要你妹啊！哟，你们母女俩还真是脸大，家宴都迟到，我还以为今年你们不用过来的呢。不好意思，你妹家住得远，路上出来太堵了。爷爷，我看这俩人呀，就是在找借口，这是一点没把你放在眼里。顾全，我是你姐姐，我妈是你长辈，你非要当着爷爷面这么挑拨离间吗？我可没有你那样子。死了爹，丢了妹，母亲还是要惯。我看你有你在行。你胡说什么？怎么，我弟弟又没说错？哎呀，顾一涵，你够了。你是小吴说的对，一涵，别说了。行了，吃个饭，吵吵闹闹的，坐下。哎，别挨我坐。晦气！顾全，别太过分了。我做什么了？爷爷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。哎，刘家，我记得顾一涵今天给塞迟到了吧？这怎么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啊？哟，顾一涵，你怎么都这么老？真是怪不得没男人要啊！你看看我小姑子，嫁给我姐夫周子瑜。现在啊，都当周少奶奶了，住豪宅，开豪车，当时吓坏了啊！不就豪车豪宅吗？我顾一涵有的是。顾一涵，我说发疯也有个底线吧？明明就是妒忌我们家有钱，还装出一个毫不在意的嘴脸，真是可笑。顾一涵，你爱吹也就吹吧，我这个做姐姐的也不和你计较。反正你也就只能过过嘴瘾了。是你们说反了，是我顾一涵不和你们计较，不然就凭你们对我妈的态度，我都可以好好教训教训。顾一涵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哎呀，小茹，你别生气，一涵就是看面子的。一涵，你忘了妈来的时候跟你说的了吗？我少说话。不识好歹。
我这个做堂姐的也实在不忍心看咱们一涵这么孤独终老下去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涵介绍个男朋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真的可以啊，我们一涵也该到可以结婚的年纪了。我们介绍的人一定能配得上一涵。那小伙人挺好，虽然三十七八了，没工作，但有爹妈养，还有个八岁的儿子。一涵嫁过去了，直接不用生儿子了，多好啊！什么？离婚带娃的男人？怎么？你这反应是觉得人家配不上你女儿？我还真以为你们那么好心，给我们一涵介绍对象。你们这是在羞辱人呐！你也不看看你女儿什么样子，一个大龄剩女，人家看不看得上还另外说呢，你还搁着挑上啊？就是。就顾一涵这种老女人，倒贴我都不要，也就那离异的老男人看得上了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！我看我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，这有什么好哭的呀？搞得像我欺负你们母女两色了。够了，闭嘴！不顾一涵的男人我自己会找，用不着你们在这指手画脚。妈，冷静点，你身体不好，别太激动了。顾一涵，你拍什么桌子？爷爷还在这呢，你竟敢这么目中无人耍脾气？我们好心给你介绍对象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要我嫁给一个离异二婚的无业游民，你说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你，顾一涵，你怎么和我说话呢？我是你姐姐，有你这样的姐，我顾一涵不稀罕。顾一涵，你不识好歹，等着孤独终老吧，死了都没人给你收尸。放心，就算死，你也会死在我前面。用不着你替我操心。你顾一涵，给我道歉。白日做梦，我不会道歉。够了够了，谁再多说一句给我滚出去。好好的一顿家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爷爷，这不都得怪顾一涵吗？还有你，给我们顾家子孙介绍这么个男人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啊，我顾一涵，你给我站着吃！敢在我的面前对你姐姐这么不尊重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知道了，爷爷。活该。哎，爷爷，您消消气。哎，对了，爷爷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。你好，小姐。爷爷，是这样，我和小茹啊，马上就可以跟这个帝华集团取得合作。昨天我已经见过了楚副总，他说一定会帮我们的。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子瑜、白茹，你们俩真是好孩子。哎呀，只要我们和帝华集团取得合作，那我们的营业额翻两倍就根本不在话下了。那当然，爷爷，你就等着收钱吧。帝华集团那不是我公司吗？他们要是现在知道楚副总被停职了，是不是会哭出声音？爷爷，别高兴得太早。这帝华集团的合作可没有那么好拿。呀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大家都正高兴呢，别扫兴。妈，我也是为了顾家好。爷爷，你还是让顾白如他们打电话先确认一下，别空欢喜一场。顾一涵，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开心是吧？这个顾一涵诚心惹您生气，我看把他们两个赶走吧。顾一涵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爷爷，我也只是好心提醒。顾白如和周子瑜说他们和楚副总谈的才取得了这次机会，可是据我所知，这个楚副总都停职了，这个中间人都没了，你们觉得顾家还攀得上帝华吗？什么停职？顾一涵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你只是一个穷当义工的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你凭什么知道这么机密的事情？谁说我没工作的？我就在帝华集团上班。顾一涵，我看你是出门没带脑子吧。你能进得去北城第一集团帝华集团工作？爷爷，我感觉呀，咱们得给他挂一个精神病院的专家号。你们爱信不信，反正我说的都事实。顾一涵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好啊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打脸。我们打个赌吧。你想怎么赌？我们现在就给楚副总打电话，要是楚副总没停职，你就给我们下跪磕头，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和我老公随你处置。对，顾一涵，打个赌你敢吗？这可是你们说的，到时候可别后悔。哼，那死鸭子嘴硬。哎呀，
这到时候啊，该让他好好磕头啊，得磕烂，要不然呀，他不长记性。就是，你看看你平时怎么教育的女儿，好的不学，光知道怎么学人家吹牛撒泼的。嫉妒现在你们这副嘚瑟的样子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电话打完了，你们还能不能嚣张得起来？顾一涵，做好下跪的准备吧，我现在就打。喂，是楚副总吗？我是两位。是，先生，您吃过饭的100余块。您不是答应我们顾家和丽华集团合作吗？我可没答应你们。你们和丽华集团合作是你们这家公园吧？我停机了，帮不了你们。什么？停职了？喂，楚副总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？现在你们总能相信我说的了吧？你真的在丽华集团工作？当然，我可从来没告诉你们我没有工作。那你干嘛还穿着一个破义工的衣服，还整天在旧宿舍里晃荡？是我的自己的事儿，那么没有交代必要吧？你